好舒服啊！可以不要两个一起来吗？太舒服了，舒服到眼花缭乱。1 2 3 OK。嗨，大家好，我是越南强尼。我刚在知名的河粉店吃饱了，然后呢，我告诉大家，吃饱它的对面就有一间什么东西嘞？皇家按摩 Royal Massage。哎，真的很棒吧？这整个套装行程呢，吃完河粉之后，对面呢就可以直接来按摩了。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我跟大家说，你们一直敲碗说你们要看七号小姐姐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今天强尼就再度光临皇家按摩，然后体验给大家看。那我也是期待很久啦，很想念小姐姐们呢。那我们赶快进去吧 ，Let's go！ 哇，哎，生意超好的。人很多哎、欸，大家好，大家好，哎、欸，要不要跟镜头 say 个？没有没有没有，台湾的朋友们，嗨，你好 ，I miss you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菜单，一样哦，就是这个40万，然后呢有这些项目。那当然啦，如果呢小姐姐按得好的话，大家是可以给他们一点小费的哦。那我们赶快上去体验吧 ，Let's go！ 我们今天是 VIP 房哎、欸。哦、this way， 今天呢我就可以在这里享受非常私人的空间，而且一样有两位小姐姐哦。那我们赶快开始吧。哦，要 change 哦。啊 ，OK， 所以 VIP 房要换衣服。哈哈哈，我换好衣服了，我要来享受皇家般的皇上生活了。哎，有请。谢谢你。OK， 我超想他的，那我们赶快享受吧。哦。VIP 房之前大家一直问我，就是说 VIP 房什么隐秘的那种设施啊，口误好吗？就是在隐秘的空间享受而已。Miss you so much. I see you very happy. Yeah, me too. Ooh, here a handsome gentis flow. Ah, yeah. Me too. Oh, really? Yeah. Oh.这位小姐姐是零号 Zero， 听说她的按摩技巧非常的强，我等一下超级期待哦。哦，两杯啊，公牛卡空。Many 哦。Yeah. Oh, you so beautiful 啊。No. No, it won't.Customer adapter, many. Yeah. Customer come, many. Mm. Yeah. So good, eh? 谢谢。谢谢你。我真的是刚刚有睡着，真的是皇帝般的享受哎，那种白噪音啊，然后温柔呵护的感觉啊，真的是舒服。哦，他又要我安静了，他很讨厌我讲话。Very good. You like? I like.
他们真的技巧有自己稍微微调，或者是自己加一些东西，有一些真的，啊，这个好，哇，别家未必有这些哦。哇，好深入，哦，哦，很厉害耶，热豆，我这样子直接被凹来凹去，心甘情愿。刚刚那个是 VIP 房才有的那种更多招式哦，小姐姐跟我说的，所以哎 ，VIP 真的有稍微 up up 一点哦。Antique 卡奈哪哪哦？台湾。台湾？台烧。台湾呢 ？Very good， 收开。哦， yeah. 真的。Yeah.哎，马来西亚、新加坡朋友对他好一点啦，他说他只喜欢台湾的。tip tip， 一点点，一点点哦。Sometimes no tip。啊 ，sometimes no tip， 刀钉哦。嗯 ，yeah， 刀钉。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他们好，还是可以给一点奖励啦。啊，包牛顶，我奖还奖。Sometimes 我奖还奖。OK、yeah.。南疆哇 very happy so very happy 大家可以真的可以给一点鼓励鼓励啦，对，像我通常都会给啊 OK OK 这位小姐姐真的按摩太棒了，我一定要帮大家问一下她的个人讯息，而且她是零号哦。M 的垃圾。Yeah, then 冯。冯 ，Nice to meet you, 冯。And 包妞怼。And 包妹怼。包妹怼。哇，骗人吧？明明这么年轻，这里都谎报，是旁边还跟我说四十岁。And 蓝包妞 Laurie。梅拉十年，这技术真的有哦，有到这个十年的程度哦。那蓝包牛捞，嗯，嗨梅拉，暖哟伊。嗯，今天真的是老师级对上老师级了，这些老师太强了。OK， 哇，哈哈哈哈。
Are you okay? Okay.哇！哎，在 VIP 房真的享受到平常不太一样的东西，哇！热毛巾，哇，好舒服啊！可以不要两个一起来吗？太舒服了，舒服到眼花缭乱。One, two, three. 啊哈哈哈！啊 ，OK OK 。又来了金碧辉煌的地方系统了。好爽啊！哇，结束吗？吹头还可以按摩哎、欸。那这就是今天在 Royal Massage 皇家按摩的第二次体验，终于看到小姐姐了耶、yeah！ 那今天体验的呢又是 VIP 房的服务哦，完全不一样哎，就是说在里面呢它有新增了一些按摩的项目，而且呢整个流程呢也不太一样，它会先在那里做完按摩最后才来洗头哎，然后边按摩边洗头真的是很舒服。这位小姐姐呢是新的哇，按摩手某什么 Massage 手某呢都懂因为呢实在是太喜欢他们的服务了，所以呢今天强尼有准备一点小心意啦。哎，干嘛干嘛干嘛，谢谢谢谢，哎，干嘛干嘛干嘛，因为他们配合拍片啦、啊、然后又怕他们在那个节目上啊哦太红了会被骚扰，所以给他们一点小的心意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拜拜。